悠悠，那天我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是我错了，我认。为了偿还债务，所以选择了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，现在对公司造成了非常大的利益损失。至于处理方案，就看各位高层如何选择了。 徐总监，看你有些面熟，那莫总认错人了。徐总监，房费还没给我。